东山国小持续推动实力学院的计划，第五日在进行学校特别请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餐饮科的师生，也搁在地青龙，以着专业的角度来教学生北粽，体验传统的美食文化。大部分现在的小朋友他都吃过粽子，但是没有实际上体验过这个绑粽子的教法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头到尾让他知道叶子有正反面，然后如何去折这个粽叶，然后怎么去制作完成一整颗的这个粽子，然后别有特别的意义齁。那跟都市的孩子比较起来，他们确实有多了一分这个在地性，然后也有可以知道说邻近的这个农特产，我们这些自己产的这个米食齁，那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他们多一个学习力这样子。为这学生是头一摆体验白粽，大家对着老细脚步动手来做，为囡仔感觉真趣味，为是表示讲唔捌白过粽，唔知影白粽这么困难。因为快要到端午节了，所以来这，所以学校举办了包粽子的活动，我觉得很好玩。那我觉得今天有机会可以实际体验看看。然后没想到包粽子竟然是我的困难。这一次呢，跟中华艺术科大合作，让他们专业的团队来教小朋友从折粽杯，然后再放入糯米、香菇，最后再打两个结，然后把它完成。对小多数小朋友来讲，这都是初体验，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说，其实包粽子如此的费功夫。那也多亏了专业的团队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完成。东山国小这次即会让囡仔体验到白肉粽，并且融入营养午餐，让因家己来品尝家己做的粽，实在是真有意义。真感谢青龙中华艺大协助，让学校充满着五日节的气氛，也来传承着美食的文化。台湾新闻台东山综合报道。